等下如果近点有车过来啊，记住不要抽远的，不要吸枪线。放心，我不是 Sony。而且我也不是 Sony。Sony 最扯的也是，妈近点有人打一打，他喊倒了倒了，然后问哪里远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我不要脸，看我不要脸，看我不要脸，妈的两三百公尺。你不要在那发呆，也要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人呢、欸。我们现在最危险的点在黄线。嗯，我们下面其实全裸位都看得到。不要踩太高啊！我在看2325方向。在吃什么？没有，没在吃东西啊。有啦，他在吃那个啦，菜渣、哦，类似那个洋芋片那个啦。哦，全部都撞进城了，结果他妈的全抓出来了。我刚好想吃一个东西哦，这个可以吗？维力炸酱面，你听他讲话就知道了。维力炸酱面，我也很久没有吃了。你看我等一下买来吃。我觉得以前的维力比较好吃，现在的不好吃。啊，对，以前的真的比较好吃，那味道比较，然后那个酱又多，瞎妈的。这边再来开枪哦！我们要开几次泡面的人生门吗？我这边都没人哦，我这边都没看到人。嗯，我们这边没有。我只在看房区会不会有人出现，结果都没有。这边我画线，这边都有。人家是怕你们旁边的稻田区啊，这一号标看不到的。有，我一直在看，我只在那边看。我只在那边。头掉我们脸上，下坡地标大螺位。这也不是乱脸，这算脸上吗？三号标有人啊，不是，对，三号标有人，一个人而已。开着。对方就有人哦。对方就有人。两人的跑车。有，我刚刚那边线标都有人了。然后那个这边仓的车被我卸掉。哎、欸，打那么久，没这三号标，这三号标肯定他在反斜，他在反斜。三号标应该会有人吧？有。一号标反斜，还有一个。沿着反斜吗？一标精准标。哦。他在这个反斜。车了，开车了。我知道，有看到。我本来要卸他车胎，他赶快开了。赶黄金的空投、哦。一只而已。没有，有两只。有两只吗？不是车上只有一只，刚刚右边黄我黄标还有一个。啊好，我想去捡那个主空投，然后标回来。他拉到这边，他拉圈边哦。对，他可能会停标，他应该拉到这边。那找掩体哦，阿威先拉回来一点吧，你那边没掩。有。他拉一标了吗？他拉下面圈了，他拉下面圈了，不确定位置。开车了哈。等下开车了，我这边都没听到。我继续踩上面了，我继续踩上面。你上面踩着就可以，你帮我注意右边山有没有推人过来就好。往这边，他往这边开，这边。他打军边的。他来这边了。他要去三号标。好。有看到，石头左，刚刚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人。我没有看到。石头左后反截。